学 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高品质全程面授教学，零元入学，两周免费试听。好，我们先看一下啊，什么是 TIDB 啊？因为我们要用这个东西了。TIDB 呢是 PinCap 公司受谷歌 Spanner F1 论文启发而设计的开源分布式 HTAP 数据库。论文看见没有？昨天我在线下我怎么跟大家说的？我说好产品来自于论文，它是受论文启发啊。这个数据库是国产的，这叫混合事务和分析处理的数据库，结合了传统数据和 NoSQL 的最佳特性，并且它兼容 MySQL。支持无限的水平扩展，具备强一致性和高可用性，就是说咱们在分布式数据库当中可以实现强一致性还高可用，一直可以用。 TIDB 的目标是 OLTP， 这是事务处理，和 OLAP， 这是分析处理，一站式解决方案。我们传统的数据库叫做关系型数据库，那个能帮你解决事务的问题，它是强一致性的。我们在做分布式应用程序互联网的时候，我们知道有 CAP 定理和 Bayes 理论，而我们的事务，也就是所谓的分布式事务，怎么办啊？退而求其次，做到最终一致性，也就是所谓的弱一致性。那现在它这个分布式数据库跟你说，它能帮你做到强一致性，还能帮你做分析处理。分析处理是干什么的？是大数据。这个所谓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既帮你解决了传统数据库的问题，又帮你解决了大数据的问题。数据仓库也有了，关系型也有了，还具备了各种，比如说什么 NoSQL 这种快速的特性，好东西啊。好，它的核心特点高度兼容 MySQL， 大多数情况下无需修改代码，即可从 MySQL 轻松迁移至 TIDB， 分库分表后的 MySQL 集群亦可通过 TIDB 工具进行实时迁移。会用 MySQL 就会用 TIDB， 前提条件是你会装它。而且他说分库分表后可以实时迁移，我说我为什么要分库分表吧？因为有性能瓶颈吧。那么 TIDB 处理是海量级数据的应用场景，而用起来却和 MySQL 一样简单。那也就是说我并不需要实现什么分库分表了，库怎么分，表怎么分，我说过对不对？但它中间还需要有一个中间件，就是 MySQL， 我要有一个中间件才能实现分库分表，不是我直接来分的啊。是不是要用哈希一致性啊？一致性哈希里面有个哈希槽的概念啊，然后怎么样去把你的请求啊真正的平均分摊到你的库里面。因为我说过，比如说咱们这个产品运行了5年，那么头两年注册的用户的活跃度绝对不会高于今年注册的用户的活跃度，这就是个问题。那么我们活跃度高的数据应该被访问的频次更高，你如果是平均分配的话是不合理的，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在那些活跃度不高的数据上。怎么样让请求去到活跃度更高的库上面去呢？这都是问题，这要靠算法来解决。比如说咱们这个数据库中间件叫 Sharding Sphere， 阿帕奇的，它本来呢是国产的，叫做 Sharding JDBC， 然后贡献给阿帕奇叫 Sharding Sphere， 它是谁的呢？它是当当网的啊，又是国产的，贡献给阿帕奇的啊，成为了阿帕奇的孵化项目。这个东西就是咱们的分库分表中间件。那如果你用 MySQL 做读写分离加分库分表，一定要用 Sharding Sphere。 然后水平弹性扩展，通过简单的增加新节点，尽可实现 TIDB 的水平扩展，按需扩展吞吐和存储，轻松应对高并发海量数据场景。分布式事务100%支持标准 ACID， 哎，学数据库知道对吧？强一致性，对不对？因为它100%支持 ACID， 所以它是真正金融级高可用。相比于传统的主从复制方案，就我刚才说的那个 Sharding Sphere， 叫做传统的主从复制方案，这个大家还没研究过都没看到过它就已经过时了。基于 Rift 的多数派选举协议，可以提供金融级100%数据强一致性保证。
我操，也就是说咱们用它来做啊第三方支付啊这种金融类产品，你真的可以说是考虑用 TIDB， 比保证比你那个什么读写分离 Sheldon Sphere 的买 Circle 强太多了。 TIDB 作为典型的 OLTP 行存数据库，同时兼具强大的 OLAP 性能，配合 TI-Spark 哦 Spark 计算引擎做大数据的，然后 TIDB 做了一个它的这个版本，提供一站式 HTTP 解决方案，一份存储同时处理 OLTP 和 OLAP， 无需传统繁琐的 ETL 过程，比如说用 Scope， 比如说 Catalog ETL 工具。ETL 全称叫做提取、转换、加载，提取数据源，转换数据清洗 ，load 加载，把它放到你需要最终去的地方，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那么 Catalog 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大数据里面要用的东西。到了 TIDB， 我们已经开始往大数据靠了，技术就是这样一点点演进过来的，哪有上来学大数据的道理呢？没有的，都是先把分布式这一套搞定了。然后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技术不断上新，然后开始往大数据开始靠。你看 TIDB 出来了，已经开始和大数据开始沾边了，因为这个数据库能提供海量数据存储与处理，云原生 Circle 数据库，为云而设计的数据库，同 Kubernetes 深度耦合，支持公有云私有云，部署配置维护变得十分简单。 TIDB 的设计目标是100%的 OLTP 场景和80%的 OLAP大数据处理，他说的是分析处理，分析处理就是给大数据用的，更复杂的 OLAP 可以通过 TI-Spark 项目来完成，直接进入大数据。 TIDB 的业务没有任何侵入性，能优雅地替换传统的数据库中间件、数据库分布分表等 Sharding 方案，优雅地替换掉，也就是说原来你用 Sharding Sphere 这个东西，它能直接帮你替换掉。 TIDB Server 负责接收 Circle 请求，处理 Circle 相关逻辑，并通过 PD 找到存储计算所需的 TRKV 地址。这就有点相当于啊，他把那个 SQL 那个东西啊，就相当于指令你发给他，和调用 API 是一个意思。那不是 Circle 语句吗？你发给他，他拿到你的这个 Circle 语句以后呢，他就分析你这个 Circle 语句啊，你想查哪里，那么是不是具体的是 KV 啊，它的存储结构是 KV 的，但你的查询却是用的 Circle 的，用你最熟悉的 Circle 来做 KV 数据库的这种查询，那 KV 数据库不就 Redis 那种不就属于 KV 吗？ PD 整个集群的管理模块主要有三个工作，一是存储集群的源信息，比如说某个 key 存在哪个点， TIKV 集群进行调度和负载均衡，数据迁移 Rift Group Leader 的迁移。三是分配全局唯一且递增的事务 ID， 分布式事务 ID 连分布式 ID 都帮你一起搞定了。我是不是说过那个 ID 那个东西啊？我说多主多重的时候，异地多活的时候，我说咱们不能用自证 ID 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啊？ TIKV Server 负责存储数据，好，你不用想了，这个东西就和一开始说的那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很像了，它前面有一个所谓的追踪者，然后后面有一个 storage 存储节点，那现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服务器用来接收指令的，下面是存储节点的存数据的，这边中间呢干几样事情，什么迁移啦，什么找到对应的 key 啦之类的意思，那说明它可能是把你的 Circle 语句当成 key 在用着，在它去帮你解析，但问题在于你不需要知道它具体的这个解析过程，你只要专注于你的业务，用你最熟悉的方式去开发，换句话说，这个一接上来，你平时该怎么开发就怎么开发，而你并不需要去考虑什么海量数据啦，什么效率啦，都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因为它帮你一站式解决掉了。包括比如说，我想一下子读取上万条数据、上千万条数据到系统当中，我去便利。那如果是买 Circle 呢？你光读和写的效率就很低，你就得考虑买 Circle 的性能瓶颈问题。现在呢，他按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不需要你考虑了，你爱怎么写怎么写吧。好，然后下面有一个 TP 和 AP 的一个区分啊，那左边是传统关系数据库，下面这个是联机分析处理数据仓库。
核心理念，这是数仓的意思了。好，到这里啊，用户人群不同，操作人员、低层管理人员啊、决策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你看，用传统数据库的人和用大数据的人，你看从用户角色上就不一样，功能、日常操作处理，日常操作什么呀？哎，对，哎，机制 CRUD， 哎，你看这边日常什么呀？分析决策，嗯 ，DB 设计、数据库设计、面向应用、面向主题，嗯，数据当前的、最新的、二维的、分立的，我们关心什么二维的，对不对？历史的、聚集的、多维的、统一的，因为我说大数据不光数据量大，最重要是维度广。多维的存取、读写数十条记录，读上百万条记录，工作单位简单的事务，复杂的查询，用户数上千个、上百个，数据库大小 GB、TB， 感觉到了它的强大吧？嗯，你说这个是不是要用啊？只要你会装这个东西，你会用 MySQL， 这事就成了，就这么简单。